再次谢谢 B 毕书尽以及公司坚持一定要使用的最优秀的乐团成员们，谢谢乐团老师们，你们都是最棒的。妈 ，Happy New Year！Happy！ 要告诉大家一个超重要的资讯，非常重要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在水南中央公园的现场已经有22万人了。进不来主舞台的朋友们已经在那边等了，太晚太晚进来了，太晚进来了。但是就是因为人太多了，是是是，其实安全很重要。有一些朋友要呼吁一下，不要在这里现场放一些烟火啊，或者是玩仙女棒，危险的东西都千万先不要做。因为呢，我们有更精彩的。没错，因为呢，你现在玩着仙女棒或放烟火也才2秒，但是我们待会，我们今天台中市政府呢，真的有够有诚意。我们的发数呢是去年的1倍，一倍吗？我们会放188秒的烟火，188，待会让大家看个够好吗？而且呢，我们会有很高密度的那种中楼层的烟火，然后呢还会有那种呢非常高的那种很璀璨绚丽的烟火，还有很壮烈的那个音乐。啊，我在讲重要资讯的时候呢，不要在那边跟我这边眉来眼去，你要你给我抛个媚眼，我看看。我跟他们的爱也是没有办法，这里的爱什么都没有办法分离我们。真的是，哎，你那个他很想下去了，那边前面嘞，那个我知道他有老公了。但我也爱你老公，太熟了，对不对？那个，有，谢谢他们。这个我已经注意很久了。谢谢。那你比较爱 Ken 哥还是 B？ 都爱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年轻人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他傻傻，他才不选择嘞，他通通都要，对不对啊？对，我倒是，我就是要。哎，不过我讲真的哈，在2022年即将要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人这个年轻用语啊，大家都有这个啊，是不是又有新的流行？那现场其实有一些是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的，对，哎，对耶。因为其实年纪大了，千万不能退流行啊，对不对？退流行。来跟大家报告几个，对 ，Ken 老师来说。Ken 老师，比如说第一个最简单的这个哈，只要不知道的话要打屁股啦。好，来。就是来考一考 ，barbecue 了是什么意思？大家都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太简单了吧？完了完了完了。Barbecue 了，经典，真的 Barbecue 了，对对对，真的完蛋了。那大家唱可以唱好久，大家有知道他的出处在哪里吧？你们知道吗？是一个电竞实况坏了，电竞实况组，对，他讲一讲，唱一下 Barbecue 了，大家听了以后觉得很有趣，就记下来，然后后来就变 viral， 然后大家都在讲这句话。就像现在 Ken 哥讲一讲，鼻水已经快要流出来 ，Barbecue 了，我真的很想帮你擦。你们两位穿这么少都没有流鼻血，我都已经快不行了。你现在要流鼻血，最近比较虚啊。来，接下来这第二个就是，哎，可是我觉得这很早以前。大家就这样讲，是的，老师。现在变得说什么不可能吧？现在又流行回来，不可能吧？是吗？不可能，台中跨年场的主持人又帅又美吧？不可能，台中跨年卡斯这么厉害吧？我怕大家真的说，这是对啊，不可能。I'm the happy， 这不就还好？那我就尴尬。对，这个不可能吧？就是很好用，就很好用。对啊，不可能吧？你们强调一下，怎么可以这么热情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说这个是。不可能啊，那么安静吧？不可能没有尖叫声吧？太棒！哎呀，就是要这样了。再来就是这个哇哭哇哭，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你们知道哇哭哇哭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 Ken 哥看到了我跟凡凡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哇哭哇哭心动了。心动的意思就是哇哭哇哭。我知道了，女生还有一个就是我没了，就是没了。对，男生看到女生就会说哦。我没了，我没了，对，就是说我空了，我全部被你掏空了，我的弹夹都空了，弹夹都空了，什么都没了。要补的话要一阵子，对，卖欧北贡，这样我就追那个小孩子，好不好？2023年，现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活力给补满起来，因为接下来这一位绝对会让大家哇哭哇哭，没错，他就是金马歌王，叫什么名字？周兴哲。
好吗？会唱吗？嗨，跟我一起唱这首歌好不好？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，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，怎么了，你怎么了，看过你曾经的灿烂的笑容，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，怎么了，你消失了，是不是我错了，搞错了，都毁了，下着像从前快乐，一生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，怎么能说要结束，前面那个监听可以小一点，地板。你说蓝色是你最，你说如果没有爱你，耶耶。看过你曾经的灿烂，看过你紧紧拥抱我，你消失了。是我错了，搞错了，又爱着，痛着，苦笑着，走了，都回不去了，要比我快乐，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？一起唱哦，怎么能轻说要结束，怎么能说要结束，你抱着我不太努力的我们最有用力给祝福，祝福我最爱的谢谢。
哇，好多人啊！台上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让我听到你们尖叫声吧。Hello， 这是摇滚区吗？摇滚区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辛苦了，我相信你们应该在这边也等了很久哈。爱你们哦。我很帅吗？谢谢谢谢。有没有摇滚区朋友们 ？Hello， 有很冷吗？一点点，没关系，我唱歌温暖你们，好不好？好。前面的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把这个现场当作一个这个大型 KTV， 好不好？所以如果等一下会唱的歌曲、会唱的副歌，都一起跟我唱。那带来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在今年发行的新歌，也是当时在疫情时候写的，然后我觉得它很适合啊当毕业生的歌曲。希望你们喜欢，带来这首歌《最后一堂课》。说真的，只能陪你走到这，当夕阳余晖洒落。最平
凡的心愿最难得，这是最后的一刻，也是最珍贵一刻，每一刻最难忘的，证明我们是爱着最后的这一段歌，最后一定会懂得，被时间磨灭的早已经在我杨文旭粉们，我可以喝一口水吗？应该不建议吧。来，请那个水，我的水水。哦，我的水在下面哦。OK。要握手吗？好，可以吗？我可以跟，可以下来吗？好，下来，下来一下，来。你好，来 selfie 一下好不好？手机，手机，来来来。好 ，three, two, one。我想说到另外对面。好，这边朋友们来，我们来拍照。好，就你了。All right, three, two, one。你之后再这个 drop 给旁边的朋友们哈。好，我们来前面这边哦，哦，有我的牌子，来哦，三二一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好，那我们中间找一位。好 ，right here。来哦，三二一，好，右边的朋友们，好，来哦，三二一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好，我们最后这个右边呢，哦，有，看到你，看到你了，来来来来来。好，三二一，好，新年快乐哦！好，最后我们这个到摇滚区这边，好，来哦，三二一，新年快乐！耶，好，可以的，好，那我们继续唱歌。带来下一首歌，《爱我的时候》。缘分还是第一。
像悲剧的电影，我是未知下我没有用的曾经，这是我的决定，决定把我们变成美好的记忆。你付出爱我的时候，拥抱你的还是我，争吵时我都不会走，好听吗？谢谢。想在这边也祝所有台中的小星星们呢，祝你们新年快乐，然后祝你们在2023年平安幸福，赚大钱，健康，然后想减肥的祝你们减肥成功，然后想脱单的祝你们找到一个非常爱你的另外一半。然后明年呢，我有一些这个会有这个新专辑的打算，然后也有一些戏剧的 plan， 希望你们都可以期待一下。说到戏剧呢，就是讲到这个，今年很开心，真的可以入围金马奖，然后也真的很不可思议，可以第一次入围就也得奖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这次今年的，你们有看我的电影吗？好，那考你们，那电影叫什么名字？哎，有哎，有，厉害厉害，因为这个电影名称蛮长的，我吃了男孩一整天早餐，对，然后真的很，我也非常爱演戏，然后希望未来也可以演出更好的作品给你们看，你们会看吗？那我演唱会你们会来听吗？好，爱你们哦！带来这首歌，想知道在想什么。
时间别走，倒数着梦，回忆都烙印心里头。当暧昧再将错就错，有始有终，才会言不由衷。想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不愿让你消失生命中。不舒服是我的温柔，看你好好的生活拥有。想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口是心非。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